认得啦，对的。我平头甲恁废话，随甲恁身上甲陈忠信去造成计划工地大股东的影片交出来，安尼我就是送恁回去。你的消息阁真灵通吼，是讲遮重要物件，我哪有可能交予你？我早就知影你袂乖乖交出来，我紧啦，我有准备真精彩的直播。啊，你从哪看哪思考？来。红之侍卫，你两个过去执行啦！唔免无采讲啦，迄边听袂到遮声音，而且伊袂遐尼紧精神。别讲啦，你做了是超过啊！你会当卖顾你的客家，啊，不过迄个应该是你亲戚查某囝咯。敢讲这个证据会比家己的证据了，更加重要。你卖在遐危险啦！你安尼欺负两个囡仔，你做啥要打我囝？你拢唔交我报警信？无紧啦，最近怎样一对？等你若想通啊，才通知你的人把证据提过来。想好清楚，到底是迄个囡仔重要，还是你今日要倒的用心集团重要？迄钱无阿因够赚啊，迄个人无去啊，都跟他剩一层烟啊。把水开到上大缸。哥哪能连线了？卖人来讲死啊！后摆人要做生意啊！啊，迄水着要淹到因的鼻孔啊！恁阁有时间管人拢做生意哦？不如赶紧把证据交出来，迄个五人哦，唔只会平安登去恁身躯边，那无就是我来送恁上路啊！听起来，四位跟蒙子已经了解，对方阁用人来威胁党的，把证据交出来。啊，唔对啊！头前就是警察局，啊，当然不是讲不管风灾还是水灾，拢会使命必达。啊，即马咱是要到还是不到？强哥哦，会当联络我，一定有伊的目的啦，为着让咱看出万事。莲花甲油条跟馒头的默契，应该无问题吧？希望油条跟馒头会当听有我甲爸的暗示，赶紧甲蒙子甲四位救出来，然后甲进入到警察，这才是咱这边的声音。线索遐尼少，是要安怎啦？就买车啊！我到五帮路查过啦。咱附近哦有红色铁桥什么乱哦，将往三间啦。我看咱两个较拼，行。即马就开始投票，赞成解除原本董事长罗在英职务的，请举手。五票对一票，对我即马就宣布解除罗在英董事长职务通过。为着要报仇，用尽心机想要甲永兴集团舞动的啊！只就你这款人，是有啥物资格做永兴集团的董事长啊？到即摆还想要甲我抹黑，但也无差啦，我惯习惯习。
不过我是要跟你提醒哦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不能够用你做董事长那种嚣摆的态度对任何人大小声呢。就算说啊，你已经阿爸惯习啊，从现在开始我要留下改一下啊。陈忠信，你各位董事，这几十年来我罗在兴为了永兴集团做偌济代志，你应该真清楚。咱拢是几落十年的老战友呢，永兴集团所有一切都是咱大家做伙打拼来的呢。你哪会当安尼，讲反背我就反背我啊？你安尼，敢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？啊！陈东俊。应该你跟雅杰来参加安杰告别式，我俩准讲你有淡薄良心呢。今麦看到陈东兴丢势啊，安怎？死过我大兵啊！先莫讲陈东兴是阮爸，我的天意迄嘛是合情合理啊。人咧讲，人往高处爬，水往低处流，你毋是拢同款？之前我风光车赢的时阵啊。恁罗家的人就四界甲人顶讲我是恁的亲，后来我落座了咧，恁就马上甲我切。就算讲我死过我大兵啊，迄嘛是甲恁罗家的人学的啊。啊，不过我嘛是要感谢恁啊，替我上这宝贵的一课，我唔才会当选到兵。啊，若无罗在英叫人叫落来当首长这个位置啊，恐惊今日我嘛是受到牵连。你喜欢上了？阿洛，阿洛，你个怕！子兰，子，是的，我不是调羹。你为什么伤害我？阿唔过你甲姑姑妈咪，煞伫伤害阮家的人。这姑姑，嘛叫恁害死，拢是因为这个陈长胜。你听姑丈讲，代志唔是你想安尼啦。事实就是，你敢跟阮无同心吗？想要为何恁爸，我嘛是。过去对我的关心，还佮有照顾，你即久小度啊！从即马开始，我袂佮认你是我的姑丈。只要你佮徛伫陈忠信迄边，继续替伊伤害阮家的人。你就是我的敌人！既然是你开董事会啊，大家都就事论事，唔通牵拖去私人的恩怨。陈忠信，什么？今仔日代志变到呢？就是咱两个人私人的恩怨引起的。老哥，你别讲啊！别讲，好啊！做一遍，把代志的前因后果啊，全部拢讲清楚，让各位董事拢会当了解。罗在兴，你就是为着要对付罗家的人，所有股份你拢提起质押，啊，不过公司甲所有股东的权益，你全部拢无咧管，你规老头家拢收分啊！唔好，刚才我及时跳出来。啊！若无我，唔知永兴集团会变到安怎。阿哥，你做董事长的时阵啊，真正是伤过分。足早之前，你完全无顾虑迄财务顾问伊的反对，你坚持要开大钱，来替一无好的光耀汽车买。到即马无做甚物成绩，甚至阁付出甚物系统故障，造成顾客伤害这意外。另外，就是造成计划这个钱坑啊。这真正造成永兴集团财务的危机啊！我想空想胖，想要对外口寻求金援，结果你这个董事长，你无想办法要解决，你甚至咧阻挡我咧。我真正感觉你完全啊，无适合做董事长这职位。同志，继续主持会议。是吧？继续进行临时动议。肖大姐，我麻烦所有的董事去了解一下。
各位当事，千万唔通让这个夭寿的苦的陈忠信做当处长。伊免底薪，我今麦已经摕到行车记录器内底的鸦片，这鸦片要证明赵正计划想要恶的勾当，全部都是一手计划。因为你的目的，就是要得到永兴集团。所以今麦已经将鸦片砸来了。鸦片正好在我家，啊，不过一通电话，就马上传过来。安尼好啊，卖讲阮无好，过认真啦。分一个鸦片，我无需要偌济时间，五分钟。不哩五分钟，公布你讲的证据。啊，不过时间若到，你若提袂出任何证据，推举新董事长的同意，都继续证明。好，五分钟之后，我让你看清楚陈忠信的真面目。喂，凯夫，你搞，你被处理了。既然你无度将鸦片提出来，那咧会议就继续进行。赞成我陈忠信接任新任董事长的，请举手。喂，龙总，超过半数啊！我今仔随叫人家进口传过，我今都宣布，小大姐，陈忠信正式接任永兴集团董事长，通过。哎，刘总，而且拢唔讲话，今麦你病状况安怎？为我，陈忠信总算当手表。啥？你讲陈忠信确定接永兴集团的大位啊？应该已经发现那两个囡仔无伫遐哦。恁到底甲蒙做够侍卫，两个都呀？阮报社计划已经成功啊，嘛免阁留那两个细汉伫遐野过啊。我哦，早日已经吩咐细汉了，凊彩找一个所在去放出去啊。我非得因着根本无想要嫁你回去，即摆大概唔知阁走去对比个。你哦，就免阁做好，主要着分时间找人啊。伫遮啉茶较实在啊，吼，我着无叫了啊，行。吼，无猜咱问遮尔久，结果同款属于陈忠信。